比出螃蟹姿势，柯文哲卖萌，在手作螃蟹上签名。柯P在政坛人气跟螃蟹也有几分像。这是不是祝福你在政坛也可以横着走？可以，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。旁人助攻，说出柯P不敢明说的真心话。让打败蓝绿，你会成为最大咖吗？哎，我没有办法去评论。不是，我是很自在耶。我都在做我自己的事。绿营礼让下，台北上第一任期已经不受约束。现在不仅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分析，议员梁文杰也爆料，柯P希望民进党自推人选，若还能打赢，就不再受制民进党。好像民进党这边对你好像蛮多的剧本。这个你换心好了，我一直演到选举的，我演到投票那一天的。不然我其实哎，我讲就算了，就所以是这样嘛。做自己最简单嘛，就这样。好，他们好像为了你内乱吗？你自己内心是希望他们提还不提？其实我也不晓得嘞。哪个比较有利对你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是你更其他们？好了，谢谢了，谢谢啊。那有人会帮你打赢，就等于是最大五了。好，算了算了，你讲两句嘛。这个还这样眼神呢？这个就不晓得要怎么评论啊。好了好了，放下。不松口，个人意愿，但柯文哲的表情、眼神很有戏，多少透过内心盘算，连任这一仗跟民进党拉扯暧昧，还要继续演下去。记者谢耀真、陈玉文、A 新闻台北报道。